欢迎大家翻翻嚟我 Tom Lee 嘅中文输入法、拼音输入法嘅第二课。喺呢一课，我哋将会讲到四个嘅声母 po、po、mo、fo 同埋其他韵母 e、o、e 等等加埋一齐拼成嘅不同嘅中文字。当然有某啲嘅声母加埋某啲嘅韵母拼成出嚟咧，系唔成立一个字嘅。但系咧，我哋凭以下嘅练习就会知道 po、po、mo、fo 同埋其他韵母所拼成嘅一啲中文字。呢个就系我哋拼音输入法嘅第二课，大家一起去练习一下啦。呢个表就系将四个声母 po、po、mo、fo 加上唔同嘅韵母，下低嘅韵母 i、u、u、a、o、e 等等，变成一个嘅表啦。我就将其他嘅声母咧系隐藏咗去，咁希望大家可以着眼喺 po、po、mo、fo 同埋其他韵母一起拼埋一起。一阵间我哋去到 Word 里面嘅练习，希望大家将呢一个嘅表啦系印出嚟，然之后做个练习啦。跟住落嚟我就开咗 Microsoft Word 啦，咁我亦都打咗 po、po、mo、fo。记住就转返做 Chinese Simplified China Microsoft 拼音嘅输入法，咁你先至可以用到拼音输入法啦，去输入一啲中文字嘅用拼音嘅方法。咁今日我哋嘅课堂系会讲 po、po、mo、fo， 咁英文字母咧喺拼音输入法去用 b、p、m、f 去代表 po、po、mo、fo。下低我亦都打咗 po、po、mo、fo 同埋其他嘅韵母配字嘅时候出现嘅唔同嘅字啦，你会睇到呢一个嘅 Microsoft Word 里面有四个嘅，有 b、有 po 啦、po、mo 同埋 fo。咁个练习个方法系点样咧？个练习嘅方法咧就系大家喺B 嘅后面啦，或者系呢一个 boy B 嘅前面啦，揿一下 enter， 等佢褪落下一格，然之后咧你就转咗做拼音输入法。记得啦，如果你未转拼音输入法啦，你而家打 B 咧，佢就系 B 嘅啫。记得就转翻做拼音输入法。咁我而家就转翻做拼音输入法。拣咗拼音输入法之后咧，如果我要打 boy B。咁留意返大家又用返呢个 table 啦，咁呢个 table 呢就係同你去参照返，你可以印咗出嚟先嘅，即係之前我讲过我印咗出嚟啦，然之后你对照返呢一个嘅表，咁你就知道应该点样入嗰个字。咁我哋就会由波开始啦，就去拼配唔同嘅韵母。咁所以如果你入波 EB， 咁当你入咗波 EB 啦，呢个输入法拼音输入法就会显示咗 B 啦、B 啦等等嘅出现。或者 B 点样出现嘅，呢个亦都系 B。咁但系几音咧，就系 depend on 你而家拣紧嘅咩字，因为呢个咧系同音而多字嘅，系有 boy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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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咁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去拣。咁我拣呢个 B， 咁我拣咗第三音 B B B， 如此类推，打翻个空格啦。然之后你再配嘅咧就系 bo wu bu， 咁你打试下啦 ，bo wu bu。原来出咗 bu 啦、bu 文啦，或者系 bu shi， 咁都会出现 bo wu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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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咁我试下拣一个，睇下你想入边个字啦。我拣呢个 bu， 咁亦都系一样。今次啦，就我哋继续落去就系 bo a ba bo a ba， 咁你就可以拣 ba 啊，为一之之中嘅其中一个字。跟住就系 bo o bo 啊 ，bo o bo 就拣一个啦。非常之简单噶，只要你拼翻。将 po、po、mo、fo 啦，咁而家系集着眼于淨係个 po 字啦，然之后去加其他嘅韵母，咁就係 po、b、po、b， 咁你係冇啊，咁你见到有啲呢係配个韵母配唔到 po、b 冇啦 ,po、b 冇啦，咁你冇嘅时候呢就我哋配唔到啦，跟住就係 po、i、po、ai 就係 i 啦，就 po、i、by、by、摆、摆、摆色，即係白色啦，如此类推。B E I 就 b A B B 动 b out 爆咩 B A O b out 爆咁 out 爆 E 爆爆果，跟住 b O b O 冇 b O 系冇 b O 咧，佢可能会出现啲咁嘅符号咁嘅字形，即系冇 b O 啊冇 b O 吓，因为国语里边因为普通话里边系冇 b O 嘅。咁啊 b an 咧 b an 办办啊。或者系班啊，
辦公室個辦啦、班啦，或者係辦啦、辦啦等等。咁呢個係波安班。波音呢？波音就邊，就係賓啦。波音邊。跟住波安啦，波安 ,ANG 就係安，就幫幫會幫會啦。幫幫忙就係幫忙啦。呢、這個就係幫。咁波恩呢？波恩 ,ANG 就恩，波恩就蹦，山蹦。三棒啦，波音，波音病，波音病，病咧有支持音嘅结尾啦，波音病，波 a 啤啤啊，波 a 啤啤啤，咁你可以睇到啦，就是、个波跟住配搭唔同嘅韵母，咁记住韵母咧就系、是、呢个表，你见到呢啲韵母，咁你就自己去试由波去到呢、這、一个。啊，波伊啦，波乌啦，波阿、波柯啦，等等，拼翻唔同嘅中文字出嚟，咁呢个就系拼音输入法。嗱、啊，我哋可以睇翻嗰个拼音输入法喺上高嘅 highlight 去 Microsoft Word 2016啦，又有呢个咁嘅掣嘅。当我 highlight 咗呢堆字啦，跟住我有呢个掣啦，叫 phonetic 街啦 ，click 落去个 phonetic 街里边啦，就会帮我哋加咗上高啦，系加咗一啲嘅拼音喺上高。咁加咗之后啦。你就可以對住啲拼音啊，試下讀呢堆嘅字啦。咁呢個就係個波字啊，個做法就係咁樣啦。嗱，而家我哋去到個坡字嘅發音，咁我哋個坡字啦，再加其他嘅啊韻母啦。咁啊坡依，咁點樣讀咧？坡依點樣去入咧？我哋就會打坡依 p p 皮，即係皮啦。我哋可以打坡烏 pu 普通話，我亦都可以打坡啊 pa。怕事怕事啦，我哋都系入呢一个嘅破屙破破破烂破烂破埃派派别嘅派派破 A A 呢个系 A E A 破 A 配配合配合啦，破 out 炮炮火即系炮火啦。抛抛呢个系抛就系否啦，否决。抛安盘盘一盘啦，抛安盘。抛烟片物片物品啦，抛安胖胖可以系肥胖啦，胖即系很胖即系好肥啦。抛安胖，抛安碰碰即系胖啦。啊，或者系碰到啦，都读做碰嘅。开音片片片片就系平啦。最后就系开撇撇开佢啦，开撇。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哋点样去拼音啦。啊，拼翻坡同埋其他韵母嘅音。如果你 highlight 佢，跟住咧就揿翻 Microsoft Word 里边嘅呢个掣，然之后揿 OK 嘅话咧，你又见到啲拼音啦，会喺个字嘅上边啦。啊，我去到 more 啦。more 咧一樣啦，我喺呢一度咧撳 enter 啦，跟住我又會再拼 more 同埋其他嘅音啊韻母，咁記得韻母咧就係睇翻呢個表就會睇到唔同嘅韻母。咁我哋點睇翻個韻母啦？呢度一樣，我哋就係 more 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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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即係米啦，亦都有 more mu 即係木啦，我亦都有 more 媽。即系阿妈啦，或者系马啦，啊妈妈马马马即系马啦，有魔魔魔即系魔鬼啦，魔跟住咧就系 my my 买卖买卖啦，跟住就系 my my 美丽啦，猫猫 m a o 即系猫猫一只猫啦，或者系毛啦，毛毛啦。毛毛毛衣厅或者系谋神嘅谋咯，冇。摩安曼满意啦，满意啦。摩烟面面面民族啦，又系闽啦。摩安曼帮忙啦，帮忙啊，忙啊。摩恩梦梦想啦，即系梦想啦。咁有啲人就會讀夢想就唔啱嘅，應該係夢想，即係夢想啦。摩音面名字啦，
名字啦。最後就係 moe 咩咩，即係滅絕啦，啊滅絕書體咁樣咩一樣。我哋 highlight 咗之後啦，我哋就可以揀翻上高呢個 Microsoft Word 嘅掣啦 ，click 咗落去之後，我哋撳 OK 啦，你就見到啲拼音啦喺上高呢度出現咗啦。而家我哋練習 4 啊，點樣去輸入唔同嘅韻母？咁記住啦，亦都係睇翻呢個表，對翻呢個 e u r o e 呢個表，然之後對翻輸入翻個韻母，咁一樣喺個 F 後面啦，撳下 Enter 啦，然後入 夫尊即係夫君 ，fa 辦法啦，辦法或者係發達啦，咁係辦法咪法咯 ，fa 即係佛啦 ，fa。飞飞飞即系识飞嘅飞啦，或者系费用啦，都系飞嘅。咁啊，飞飞 ，fall fall 即系否定啦 ，fall 否定 ，fan fan 反 ，fan fan 放 fan fan 风即系风啦，风。咁你可以入睇得到啦，跟住我哋 highlight 佢啦，揿呢个 Microsoft 嘅按钮，然之后揿 OK 啦。咁、那、嗰个标音亦都喺每一个字嘅上高啦。好啦，咁大家完全明白点样去将波波摩科啦，会唔同嘅韵母啦，完成咗呢个例子啦。嗱，下一课咧，我哋将会咧系讲 the turn 啦啦，同埋其他韵母嘅拼音输入法点样去入啦。Adio， 再见，再见。